今年嘅社區參與獎咧，角逐非常之激烈嘅，有多間嘅企業分數好接近嘅，難分高下。不過當中有兩間企業表現非常之突出嘅。究竟邊間企業係會獲得社區參與獎金獎呢個殊榮啦？超敏科技有限公司 Ultra Technology Limited。超敏科技有限公司設立了具規模和全面的企業社會責任框架，有效地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為每月的義務工作定下清晰的主題和目標，組織多元化的義務工作，取諸社會，用諸社會。我們應該依靠參與各種體育和時事活動，可以促進持份者的身心健康之餘，亦都凝聚更多有心人一起服務社會，攜手建設一個和諧共融的社會。除了以慈善團體建立穩定的夥伴關係之外，更成立慈善組織超敏會，廣納大眾參與其舉辦的義務工作和體育活動。 UAT 提供最好的我哋攞到呢個冠軍嘅獎，其實真係好喜出望外嘅。咁呢度我要多謝翻我哋公司嘅同事啦，一直都好支持我哋社區參與嘅活動嘅。咁同埋參與呢個獎，令到呢個會工呢個獎，令到我哋喺個過程之中學習到好多嘅。咁衷心恭喜各位在座得獎啦！咁嚟講，我哋會繼續努力嘅，同大家繼續即係建立一個和諧共融嘅社會。多謝曬。3, 2, 1。我哋十年裏面，我哋見到察覺到中小企不斷地在這個可持續發展裏面是增強他們本身 的支援。在這個透過這個過程裏面，我們亦都見證得到很多中小企那個管理或者營運的基礎是提升得到，同埋見證得到的人才方面是可以留得到，不但止人才嗰個歸屬感亦都增強好多。十年有2000间以上嘅企業已經參與，5000几嘅人次接受個培訓，同埋不同嘅大家嗰個所謂活動，所以呢個計劃可以對香港可以中小企嘅長遠發展、持續發展起咗一個重要嘅推動作用。